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。我不想在这中间去挑拨这些话，知道吧？我只想说一点。如果你妈有本事，如果你妈在你爸心目中还有一点分量，自己想办法去把它喝回去。如果喝不回去，不要找我的问题。你觉得呢？你干嘛肚子好脏啊？没事，没事。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。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啊，谁的筹码大，就会偏向于哪一边。是不是这样子的？那说明我和你妈之间，我的筹码更大，你爸偏向于我这一边。我觉得你也挺有理。我觉得你也挺有理的，但是我现在是在好好的跟你说，知道吧？好好的跟你说，我好好的跟你说，我希望呢就是。你是好好的跟我说吗？你叫我不要影响你妈的情绪，你妈的情绪是我。这个傻子，我警察和你什么关系？那你不要打扰他呀，对不对？我没有打呀，是吧？你爸要来找我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也喜欢他，他也喜欢我，对吧？那我们两情相悦。那你能做的，阿伟，你能做的事情，要么就是让你妈自己想清楚，要么说服你爸，要么让你爸回家。那我能做什么？我就是什么都不说。你爸要来找我，我也喜欢他了，但我不理他，我让我自己受罪啊。你爸那么优秀，那么有才华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？你现在在哪里？我问你现在在哪里？我在哪里跟你有什么关系，阿伟？你哪天如果要认我这个后妈呢？我就告诉你我在哪里。我认你后妈。对呀，可以吧？不要太过分了啊！就是，我觉得你也是一个女孩子，知道吧？现在我妈在这里，今天我妈来找我了，然后她现在很受委屈，知道吧？你说话特别难。你妈在你那里，你还跟我打电话，然后我说这些话气到她，你不怕是气到她吗？她一个农村里面的妇女听到这种话她能接受吗？你就不能说好听一点吗？那她要不是我妈，那我生气了我难受了，谁来管我呢？各自管各自的情绪，非要这样各自调整。是的，我告诉你阿伟，你的爸爸回不去了。今天你爸爸的能力和现在的事业和现在的财富，你妈配不上他了。无论是哪个方面，外在形象、内在才华，所有一切，你妈配不上他了，他自己得认命。不是因为说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你爸穷的时候他付出过，他就一定是老了以后还继续，因为他一直这么多年没有改变，智慧没有提升，辅助你爸爸做生意也没有任何辅助，他唯一的功劳就是把你带大了。你觉得你跟我说这些合适吗？我妈从小把我带到这么大，然后你现在我跟你讲的是这个社会的人性。你现在来一句，你说我妈配不上我爸，我妈配不上我爸，你这句话你觉得对得起自己吗？你作为一个女孩子，对吧？我不是女孩子了啊！你也是一个女孩子，你应该理解我妈的心情，知道吧？那能理解我的心情啊？好了，我不想跟你说了，好吧？你的意思现在没完了是吧？不是我没完，今天这个电话是你打来的，我被强奸了，还反而说我不对了。你好好说话，知道吧？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。你是干什么的呀？我干什么重要吗？你去问你爸呀。反正对你爸的生意非常有帮助，没有我他生意做不大。他今天所赚的所有的钱有一半是我给他的功劳。好好的说啊，好好的说，我没有提我爸说过这些话，知道吧？
因为你是他儿子，他可不可能在你面前说？不管怎么样，是他儿子，他可不可能在你面前说？不管怎么样，事业上你们之间互相帮助，这个是正常的，对吧？但是你不能用这种语气来讽刺我妈，知道吧？因为几十年了，我爸跟我妈生活已经几十年了。我什么事呢？你现在我是接我，然后你让我去理解你妈，你说是不是很好笑？你是不是太狂了？希望呢，就是哎。这个事情就让他过了。你去找你爸爸，好吧？这个事情不在于我，这个问题也不在于我。那你给我妈打电话干嘛嘛？你妈，我跟你妈打电话是有原因的。你妈一定没有给你讲过她是如何气我的，好吧？那你肯定有什么事情才这样子呀，对不对？你每天打电话给我妈，然后让我妈离开我爸，你什么意思吗？他本来就应该离开了呀，他自己主动离开还可以拿到一大笔钱，不好吗？以后被动离开啥都没。你这样太侮辱人了吧？那能拿到一个农村妇女离开我爸，那我们怎么办啊？他出去如果去打一份工，要干啥不会，一个月能拿个3000-5000已经不错了。他的这笔钱，他这一生无衣食无忧，想去哪里玩去哪里玩，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你的新爸爸都可以，是吧？他何必执着呢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是好好的跟你说，知道了吧？好了，好好，我不想跟你说了，我现在正在开会，这个不重要。开会了你姓什么？我问你。会了，阿伟，我不想跟你说，我也不想跟你产生争执，因为有一天也许我真会变成你后妈，所以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这些，好吧？我也不想跟你产生更大的矛盾。有什么事情，你们自己的父母和你自己去解决，不要把我拉进去，好吧 ？OK。来，打个智能电脑加呗。这个事情我会了解清楚的。你看吧，这个女人她有多刻薄。没事，这个事情我会解决的，好不好？你先靠一下吧，靠一下我等一下送你回去，好吧？行，我在旁边坐一下。嗯，你先坐一下，上面再坐一下，好不好？打爆智能量了，家人们，打一爆智能量，对。我们手机给我一下，手机。你坐一下，老妈，坐一下。我这边，我跟家人们说一下，我就送你回去休息，好吧？家人们，直播间8000人来，我想问一下啊，这个人你们知不知道是谁？他也不说，我叫他姓什么，他也不说，哦，说话就是有点难听。知道吧？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不应该用这种语气，对不对？他还有你了，这件事情我必须要为我妈出口气，家人们，我不可能因为他而让我爸跟我妈离婚，知道吧？不可能让我爸跟我妈离婚这件事情。太过分了，找佳姐，找佳姐有用吗？家人们，我阿姨，你们说是不是那个我阿姨？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我阿姨哦，刚才说话就是有点丑，知道吧？来。没有关注我这个账号的关注一下，没有关注我这个账号的关注一下。然后呢，明天晚上，明天我必须要把这些事情搞清楚，好不好？到底这个人是谁？对，然后我又明天用这个账号直播，直播间7000多人，家人们。我刚才没有吼他，是我怕我在直播，我怕我直播间封关小黑屋了，
知道吧？但是我现在特别的气，知道吧？我妈被她气的，现在说话都说不出来了，知道吗，家人？太过分了。真的有点过了，有点过了。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老妈没事，你先考。靠一下啊，靠一下。打爆正能量了，家人们，打爆正能量，太气人了，这种说话。